各位大家好，我是陈晨，欢迎各位回到我的频道。Hello。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我们《侏罗纪公园：创世纪》的游戏影片啦。我刚才按了一个很作弊的键哦，我发现可以隐藏，要隐藏这个资讯，你只要按下你键盘旁边的数字键叫零就行了。假设你是那种单机密不是笔电的话，对，那这些巨猛他们真的。目前被麻醉，因为这狂暴哦突然出现。我们今天来介绍就是这个啦，万龙。Message from Dr. Grant。抱歉，不好意思，今天看到一个东西。Message from the park administrator。万龙他目前。寿命最高的。What would you like to do here? 因为没有继续研究，再加上我要介绍给你嘛，看很酷吗？ Urgent message from John Hammond. 他身上黄色的有点带点棕色、棕黄色的皮肤跟棕黑色的条纹，笑声多么精美，嘴巴还是棕色的，弗拉蒂。哇，酷哦，瀑布是米色的，这个我也推荐你这样养，恐怖，酷哟、哦！本来想说这一集要放暴龙，但是暴龙一直挖不到，可是它是很 happy。Urgent message from Dr. Wu。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，那我们就到这里，拜拜。